家好，频道接收了《浮生五两天尊》，我是德国达人刘德忠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在德国语中观。我从小的时候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，中国功夫。我从小的时候练这个拳，然后长大了之后就是开始练这个哪吒拳、武当拳法、武当太极拳。然后我的梦想就是要入这个武当派。我就是20岁离开德国到中国寻仙问道，我没有带钱。白天工作，晚上还练功，我慢慢就学会中文，然后可以找一些师傅，然后拜师入门之后就是苦练，好好学习。我这个武当拳法以外还学习道法、道功，然后只有一个机会回德国，做这个德国道家协会，我是德国道家协会的会长。然后我们这个玉珍观建好了，玉珍观在汉诺威附近。德国下萨克森州阿尔菲那市，我们后面有山，前面有水。这个玉珍观是一个风水宝地，这儿还有一个茶馆，自己的茶园，种茶、当道茶，可以在这儿品茶论道。然后全世界的道教爱好人都过来学习。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子学院，可以学习这个传统文化、道教文化。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德国中心汉诺威，我们阿尔菲那市。玉珍观，然后慢慢把这个道教文化在德国发扬光大。然后我的目的就是在欧洲，我们欧洲道教协会慢慢的发起来。我现在美国有学生都已经开始努力学习，在墨西哥有一个分协会，有一个分武馆，有一个分道馆。然后我们就是慢慢把这个道教文化在西方也发扬光大。